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青虫短播。是的，在这礼拜的晴雨庐呢，是由 Kickoff 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崇拜呢，会由约书亚敬拜团来一起来带领我们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我这么紧张呢？因为这礼拜是由子俊牧师要来分享，他的讲题呢就是爱到底的秘诀。所以非常欢迎子俊哥，他这个礼拜来一定又很好笑了，大家又要笑到不行了。好，一起来一个子俊哥的那个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礼拜的 Healing Room 他们有领受了一些代祷事项。如果这是你的话，拜托你一定要来到现场，让我们来为你来祷告，好不好？总共有六个：脂肪瘤、肾功能衰退、强烈的孤独感、子宫肌瘤不孕、有神经相关的问题，还有最后一个不知道未来的方向与目标。如果这六个人其中你有中一项以上的话呢，至少一项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来到青虫的现场，我们想为你来祷告。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青虫短播，我们这个礼拜聚会见咯，拜拜，拜拜。